警消获报到场，看见妇人倒卧马路中央，没了呼吸心跳，以为出车祸被机车撞击，骑士连忙挥了挥手，说是对方过马路忽然倒地。事发在12号中午12点多，新北市汐止忠孝东路，救护人员到场急救，妇人状况不太乐观。目击骑士说，他过斑马线走到一半，砰的一声忽然倒地，五名警消到场抢救，传来好消息，妇人到院后恢复心跳。急救，好阿姨，你要来谢谢哦，好。弟弟，你住哪里呀？同样成功救援的场景，换到桃园龟山，2岁男童独自一人在路上闲晃，女警通报里长协寻，家人这才赶来接孩子回家。我们就在找他，然后他就从自己开门就跑出来了。男童刚上学不适应，从幼儿园跑回家迷了路，幸好平安回家，可让爸妈吓出一身冷汗。记者刘志展、王志文、陆雨欣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